其实 GoPro 有开的话，我可以把路径转出来，我都可以算啊，算你滑多快啊，什么什么那些都有。我这次要快不起来，太紧张，脚又痛痛，不敢快。哎，有没有开？你有你就开啊，我没有。都开掉了。啊？你是都开掉了还是怎么样？我没有装吧。那你原本用什么？那是我上一只手机啊。哦，是哦。然后这次我，而且重点是那个 app 录的路径，就是只有他那里有，又不能下载。我都觉得对我来讲实在没什么用。在哪里啊？我不知道我放在哪里。你这样会一直沾血哦，它会一直失温失温这样。但是我忘记我放在哪里。我们。现在这个雪是轻的。下降速度比较轻的雪。有吗 ？App 吗？好像Skiyama 吧？不是 ，Yukiyama 是不是？它没有开。Yuki。没有欸，你现在已经全湿了，你接下来都不能触碰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换我惨叫。嗯。他知道我在哪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好，赶快按，赶快按。你也湿成这样，好好说好哦。那这样子开始啊？开始的啦，不要理他了。当然他是黑的。因为他，你没开网路给他载地图的话，我有开网路啊。好，先不管嘛，重点是他有路就好，因为那个东西是不用信号的。我觉得大概是因为那个电吗？不是电，大概是他觉得太冷了吧。我按。有啊，他觉得不行，他觉得不行。对啊，还是好了吗？那我快，我看他写什么。是，你满了，你满了 ，SD 卡满了。怎么会那么快？今天才能滑多少？你又切错了。我没有切错啊。那怎么可能滑那么快？你要帮我换卡吗？嗯。要滑下去呢。那能在哪里换？无聊，或者是厕所。厕所好。门口。厕所比较。厕所门口。厕所就是对啊，厕所那个比较走楼梯比较少。好啊，好啊。对不对啊？好啊。你还要尿吗？我可以尿。你真的要进去尿吗？我可以进去。不要浪费时间呐、啊！可以不要尿吗？那我让我思考一下，要用哪一张卡？有啦，你那个路的容量确实会比较大，但是这怎么可能才半天呢、欸？我给你是128，应该是整天都录得到的。但是我说它又有问题哦、喔。不是问题，是我的 copy 机。到底有没有 copy 他？那糟了，只剩最后一张卡了。没有啊，有一天有问题的，应该再来试试看。那因为那天可能已经找错4K。对，4K 就是不行。我的正面有免血吗？没有。镜头还好，那就好。你也可以摸一下。我只是觉得这样看起来它像沙一样。对对对，那种不管，而且它沙粘在上，就是轻轻碰在上面，不是粘在上面，不是融化，就只是碰着，所以没有关系。但是你戴也可以，反正戴也都挺。你看好多、喔，就是我就觉得迎面而来好多、喔，你又要弄。那现在问题就只有换卡了，换卡。滑下去，让我想录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厕所门口。
还是你觉得那个门口比较划算？其实接地住可能差不多啦，有上有下。你要哪一个？厕所门口。你不会觉得厕所门口比较好？ We are approaching the station. Please raise the safety door now. 怎么了？即将抵达下车点，请抬起安全杆，做好下车准备。好路哈当中，好路哈你说什么？这边是不是差不了？好硬。一小一小。他知道了。哦。他只是要捞那个图吧。刚好有点像歪算。哎，怎么拿出来是汽车钥匙？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？我还没插好。好。我插好了。好了。还是你来再看，我可以去尿尿吗？很急，很急啊！好急啊！那你就帮我把电插回去了。好。我其实在看另外一个 app 是要怎么登录。
电池状态。啊，那怎么了？你说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录啊？不知道。我看有个红色的信息，你可以下来有看看。No battery 而已。嗯。啊。但是有在录吗？有，12:45。我现在怎么回去？啊，走吧。我的也有。还没开呀、啊。哦。也没录，也没开。他没卡怎么录？我卡已经放了。对啊，我是说刚刚没卡。嗯，算了算了。好了，把我放了。啊？挂着我。我刚才甩手。橘色，它不是睡觉嘞。看，看不到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它还有不睡觉。电不够啊，但是刚刚也没有在录。回去了，回去了，不，被子放掉了。嗯。然后我用 iPhone 检查一下它在干嘛。要回去吗？不用，被子封好像还好。拆掉，找不到。找不到，找不到，要回去吗？一定要录的话就回去了。不想录就录出去看吗？不然我的给你录啊。检查你的电，你的电没有插，你的电没插好，要插好才行。先不要按，先拿起来盯着它看，看个5秒钟。掉了，这个真的太松，哎呀，手上掉了。有充吗？要过一阵，要。等个几秒，勾破开机。我刚按开它的时候，它就一副还要开机，它一副没电到，它没有开机。嗯，因为平常的关机只是待机状态。要给它一段时间。这有在充吗？还没有，要给它一段时间。后面有亮红灯。
对，其实亮红灯是它 OS 的功能，它有在抽，但是 OS 还没开，所以它不知道它正在抽，是由 OS 负责把红灯点起来的。掉，这样掉了，这个真的比较松啊，你机子比较紧好不好？没有，我都会在袋子里留比较长的线。我有留一点点啊，我有留一点点，要留多很多，因为它会在袋子里跑来跑去。哇哦！好了，来，开始录了。电呢？它有在开哦，看得出来。看不出来啊，它开始录的话，我按一下。嗯，什么？14%正在充。好了，就开始录吧。好了，走了。好，那你的正在录，那我的也正在录。对啊。粉了，
好粉哈、喔，很粉哈、喔。对对对，左右声音会比较小，左右的机器也比较多。还可以啊，就已经都到这都只能下啊。对啊，我是说边边的雪比较多一点，会声音会比较小。边边都超粉，我都用这些粉下去啊。
很酸啊、哦！那一路站下来要用大腿酸。哇，这次要拍朝下的都是粉。你的在叫，他不行了，他不行了，所有的车车都戴了白帽子。走轮胎压过的，我现在流满了鼻涕啊，我现在流很多鼻涕。
很多呢。不用了吧？手左右。好了，可以了吧？就这样吧。你说我要这样放？不对。哎哎，要放车子，要放车子。横着插。对。不是碰上面，就是碰下面。车灯拉开，你看，现在应该就是行李箱的问题。那个刷刷给我，你脱鞋子。我脱鞋。对啊。那你要先帮我把我的顶子刷掉，后面。好啊，好啊。这一车都先来。还有防我的玻璃上这种刷掉，方便看的。对啊，都要都要。对啊，后座后座倒还好，后座先会看不见。啊，那你要先发动车开暖气吗？先不发。你开门的时候顺便看里面是不是起雾，因为你换鞋的时候车门不关，它好像会说那个什么，开暖气是有没有效果的。你这边可以了吧？我可以继续刮了吧？那我开暖了。好，开。你往后看，好了，可以了。你马上把背包什么的先丢下去，背包跟帽子，跟眼罩，对不对？弄到眼睛了。
啊？好了，那我放在车子这边。什么叫留一点给你刮？好了，我要去换了。没有哎、欸，我刚才发现。